悲咒的由来，乃观世音菩萨于过去劫中，千光王敬住如来前，发无为大悲之宏愿，誓度六道众生。千光王敬住如来，悯其悲愿，受法加持，并且对他说：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做大力的。据经典的记载，当时观世音菩萨听了此咒后，即由初地正至第八地不动地，于是发出誓愿说：设我当来之事，能地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如是发愿后，果真顿时身生千手千眼，并且十方大地为之震动，十方诸佛都放出无量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南无哈那达那多那夜耶，南无波利耶，婆卢揭谛烁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萨婆那伐伊树达那达夏，南无悉吉利多夷蒙窝利耶，婆卢吉帝是佛那能陀婆，南无那赖紧时悉利摩诃婆多沙咩，沙婆窝他斗书棚窝世运，沙婆沙多南无婆沙多，南无婆伽摩发特斗达知他安窝婆卢西卢迦帝迦罗帝夷西利摩诃菩提萨多沙婆沙婆摩那摩那摩西摩西利陀喻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巴舍耶帝摩诃发舍耶帝陀那陀那帝利尼室婆那耶哲那哲那摩摩发摩那目帝利夷悉夷悉室那室那阿那僧佛那舍利发沙发僧佛那舍耶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梭那梭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弥地利耶那那紧持地利舍尼那婆耶摩那梭婆诃悉陀耶梭婆诃摩诃悉陀耶梭婆诃悉陀喻意室婆那耶娑婆诃那那紧持娑婆诃摩那那那娑婆诃悉那僧窝目伽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耶娑婆诃者吉那窝悉陀耶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耶娑婆诃那那紧持婆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那耶娑婆诃南无哈那达那多那夜耶南无窝利耶婆卢吉帝烁婆那耶娑婆诃安悉殿都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
南无哈拉达那多那夜耶，南无为皈依敬从，哈拉达那为宝，多那夜为三，也为礼，归命礼敬十方无尽三宝。南无波利耶，南无为皈依敬从，窝利为圣者，或作远离恶法解，也为礼，敬礼皈依远离恶法的圣者。婆卢揭谛烁婆那耶，婆卢揭谛为观、光、观察，烁婆那为自在、是因，也为理，敬礼自在观世音。菩提萨埵婆耶，菩提为觉，萨埵为有情，婆耶为礼，敬礼觉有情。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为大、多、胜，萨埵为勇猛者、有情，婆耶为礼，敬礼大勇猛者，即得解脱。摩诃迦卢尼迦耶，迦卢为悲，尼迦为心，也为礼，敬礼大悲，自觉自度，觉人度人。安，安亦为归命，为真言之母。观智、行愿、教理、因果等，乃诵经之始。沙婆那华意，沙婆那为自在，华意为圣尊，自在圣尊。树达那达夏，树达那为正教圣庙，或作高尚圣声，妙处圣身。达夏为欢言笑语，教照咒照，聪明圣贤加护。南无悉吉利多夷蒙窝利耶，南无为归命，悉吉利多为礼拜，夷蒙为我乃无我，窝利耶为圣者，皈依真我圣者。
婆卢吉帝是佛那能陀婆。婆卢吉帝为观，始佛那为世音，能陀陀为海岛。观自在菩萨行大悲善业处。南无拿赖紧持。拿摩为归命，拿那为贤，紧持为爱。皈依贤爱慈悲心，恭敬心，无上菩提心。悉利摩诃婆多沙弥。悉利为心，指心的污染者。摩诃婆多沙咩为大光明，常照明，空观心。菩萨见于世人把名利富贵看得太重，自寻苦恼，所以说此真言。沙婆窝他斗书棚。沙是看见，婆是平等，窝是一切法清净，脱堕书棚是道法无边。窝是运。窝是运为无比法，无比教，即是悲漏心，无杂心。善者奖励，恶者应即忏悔。沙婆沙多，南摩婆沙多，南摩婆伽。沙婆沙多是说佛法无边，南摩婆沙多是说佛法平等，南摩婆伽是说佛度有缘。菩萨大发慈悲，说明不分圣贤智慧鸟兽之别，皆使得脱磨难的真言。摩发特斗。摩发特斗为天亲室友。自沙婆沙多到摩发特斗，均是希求活菩萨使我天亲室友皆悉成就。达知他。达知他是指咒中的菩萨圣号、悲心、种子、手印、智眼等诸种法门的真言。观世音菩萨显阿罗汉身相，指出至诚不习、心与道合的修持真言。安，波婆卢西。安为引导生出。窝婆卢西为观音。修道之要不外清净的真言。卢迦帝。卢迦帝为世尊，是自在。良心不昧，通体光明，即可与天地同体。
迦罗帝。迦罗帝为悲者，救苦难者，心道义者。道心坚固，才能得大智慧。宜犀利，宜犀利为顺教无心。顺道而行，即可得道。摩诃菩提萨埵，摩诃是说佛法广大，人人皆可修行；菩提是说看破世界皆空；萨埵是说修无上道，万法皆空。修道人先要看空一切荣华富贵，把一切当作泡影，然后清净身心，使无丝毫杂念的真言。沙婆，沙婆，沙婆是说佛法平等，利乐众生，一切有缘皆可得到的乐利。菩萨招五方鬼兵为侍众，以无碍的辩才，利乐一切有缘众生的真言。摩那，摩那，摩那，摩那为增长，如意，随意。菩萨只是修道者，欲得如意宝珠，必须先持如意果的真言。摩西，摩西，利陀喻。摩西与摩诃同，为即时大自在。有摩西是说修道人是无时不自在的，利陀喻为莲花。修成金刚法身，得莲花宝座。聚如，聚如，结盟。聚如是说发心修道，可感动天神佑护；结盟是说修道人应当植诸功德，以作正果的根基。菩萨劝人修道，只要众生一发善念，则吉神相随，使其所作皆成的真言。度如，度如，跋涉耶帝。度如，度如是说明而能觉，定而能静。跋涉耶帝是说广博严峻，能超脱生死苦恼。修道人要稳定脚跟，一心修持，不为外道所惑。摩诃跋涉耶帝，摩诃跋涉耶帝是说道法无边广大，能解脱生死苦恼，不受诸毒所害。菩萨不但重复晓谕世人修道会有不可思议功德的真言。陀那，陀那，陀那，陀那是说心若太虚，清净自然，即可往生诸梵天。修道人若一尘不起，即可生于诸天。
毕利尼。毕是世界，利是一切众生，悉皆度化，尼是修道的童真女。大道不分男女的，凡是女子亦可成佛。是佛那也。是佛那也，意为自在圆融，大放光明。一个人若能看破红尘，不惹是非，则心必清净，当能成就虚空光明的佛体的真言。折啦折啦，折啦折啦，是现大愤怒相。打雷一吼，诸行片空。摸摸发摩啦，摸摸是为善可破除恶障灾难，发摩啦是道尽难测，而其力则无可与比。菩萨以救世的苦心，现慈悲心相，护持修道者获得大吉祥。目的力，目的力是说闭目诚心默持，意为静心修持。菩萨劝人修道，首要将尘缘看破，立志纯一，朝夕醒惕，去除一切私欲的真言。宜息宜息，宜息是说修道人要安分守己，宜息宜息是说一切均要听其自然。菩萨叫修道的人乐天知命，万事随缘，不可加以勉强真言。是那是那，是那是说道心坚定，生大智慧。是那是那是说修道者可得大智慧。菩萨阐明由定生慧的宗旨的真言。阿那僧佛那舍利，阿那僧是说超出法外而为法王，于法自在。佛那舍利是说修成清净法身得佛珠。菩萨世人修持不能拘泥于法，亦不能离于法的真言。发沙发僧，发沙是说修道者要忍耐，发僧是指成道有真乐。要得真正快乐，必须要忍耐修持。佛那舍也，佛那舍也是说修道人如舍去贪着，心悟本来面目，即能常与十方诸佛见面。菩萨劝大地众生早发菩提心，修持妙道，以一切色相为空，以道为心。
呼噜呼噜摩那。呼噜是现神鬼像，呼噜呼噜是因现神鬼像而降服鬼众，摩那是现欢喜如意像。菩萨教人修成道果之后，则可神通广大，或现神鬼相降服鬼众，或现欢喜相利济众生。呼噜呼噜犀利，呼噜呼噜犀利为做法无念，做法自在，亦为一切自在。修大道的人要能无念自在，毫无阻滞的真言。说啦说啦，说啦说啦，意为不但要坚固，更要能永远持续，始终不二。修道人要把色身看成幻境，由此发愿勤修，更以坚忍不拔的心一心向道，坚定不移。犀利犀利，犀利是利益众生，犀利犀利意为爱护众生而不舍弃。菩萨慈悲度化一切众生，不忍舍弃的真言。苏噜苏噜，苏噜意为甘露，苏噜苏噜意为遍施甘露而能普利众生。菩萨为只是修道者，在用功时必须诚心净虑，一如心中注满八德供水的真言。菩提叶菩提叶，菩提叶意为勇猛精进，日夜修行。意为自始至终永不退避。菩陀叶菩陀叶，菩陀叶意为人我一体，无分别心。无人相，无我相，一切恶道众生悉皆平等。迷地利叶，迷地利叶为大量大慈悲心。菩萨点悟众生修道要有大慈悲心、大容忍心的真言。拿那紧持，拿那紧持为大慈大悲，善护善顶。菩萨只是修道人，要修道必先立善念的真言。地利舍尼那，地利舍尼那为坚利见。菩萨劝人赶紧修道，不可失去大好机会的真言。
婆夜摩那。婆夜摩那是欢喜的名称，意为成就。菩萨欲于众生中择其善者，使其早闻无上妙道的真言。娑婆诃。娑婆诃意为成就、吉祥、圆寂、奇哉、增益、无助等，为真言结语。菩萨弘誓妙法，教众生体悟修道要常归极光的真言。悉陀夜。悉陀夜意为道法无边，众生要摆脱名利方得成就。菩萨要众生摆脱名利，力行修道的真言。娑婆诃。修道者若能认识真假，成道则易。菩萨再次提示众生要认清真理大道的真言。摩诃悉陀夜。摩诃悉陀夜为广大成就，意为佛法广大，凡肯修持均可成就佛果。菩萨大放光明，以无量慈悲，欲使大千世界一切善恶众生悉皆度化于不生不灭的妙乐境界的真言。娑婆诃。娑婆诃意为广大无边。菩萨为众生指点迷津，早修觉路的真言。悉陀喻意。悉陀为成就的利益，喻意为无为虚空。诸天神只悉得成就。是波那也。是婆那夜为自在。诸天仙女均能成就自在妙道。娑婆诃。无为法性自在成就。阐扬道法宏大，道果高深，当以功德为基础的真言。拿瓦紧持。拿喇紧持意为贤爱成就。菩萨以无量慈悲施行大圣无上妙法，指点贤者以防其误入小圣之道的真言。
娑婆诃。此咒是借上句再度叮咛，其用意是怕众生堕落于旁门左道。菩萨叮咛修小圣道者，赶紧觉悟，不执成见，求大圣法缘成佛果的真言。摩那那那，摩那为如意，那那为尊上。修道如意，无上坚固。娑婆诃。此事连接上文，意为劝人认清真正大道，要时时有警觉心。菩萨指点众生修道时，应体悟大道真正奥秘的真言。悉那僧窝目伽耶。悉那僧为爱护，窝目伽耶为不空，亦为爱众和合。菩萨不忍众生受诸苦恼，所以特现药王菩萨像，治疗诸疫，使一切众生得享安乐的真言。娑婆诃。此事承接上句，以圆满慈悲安乐众生。人以心病为患，为道德与医治的真言。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为忍受、善说、善道等，摩诃为大圣法，阿悉陀夜为无量成就。菩萨以无量慈悲为度大千世界一切物类，特随缘随相以化导各类众生成就妙道的真言。娑婆诃。意为究竟涅槃，众生悉皆成就。菩萨以无量慈悲化导各类众生随缘得到的真言。者吉那窝悉陀夜。者吉那为金刚轮降伏月魔，窝悉陀夜为无比成就。以金刚法轮降伏月魔得无比成就。娑婆诃。总结上句，意为化导众生，解除怨憎。菩萨以自在心情化导众生，使之皈依无上妙觉的真言。波陀摩羯悉陀夜。波陀为红莲花，摩羯为善圣，悉陀夜为悉皆成就。菩萨坐莲花宝座大放光明，只是修道人要以无比的智慧明辨真伪，远离一切罪恶的真缘。
娑婆诃。总结上句，修道要在醒察中多用功夫。菩萨指出，修道人应了解道成于自我醒察的真言。那拉紧持婆伽那也，那拉紧持为贤首，婆伽那也为圣尊，观自在。菩萨度化众生，赶紧修持妙道，脱离一切灾难的真言。娑婆诃。总结上文，众生应真实修持，断诸烦恼。菩萨点化众生，要真实修持，断绝烦恼，恢复本性的真言。摩婆利胜劫那夜，摩婆利为大勇英雄，胜劫那夜为生性本性。若归本性，大勇之德皆可成就。娑婆诃。连接前句，菩萨显现大迦叶尊者法相，指引众生修持。菩萨发大慈悲，要普度大千世界一切四生六道，悉得善利的真言。南无哈那达那多那夜也。南无为皈依，哈那达那为宝，多那夜为三，也为礼。礼敬皈依三宝。南无窝利也，窝利为圣者，也为礼，亦为归命顶礼圣者。修道要忘我相，方能念头不生，改过自新的真言。婆卢吉帝，婆卢吉帝是说道法无穷，能修则由清净达于极乐。菩萨重申大道高深的真言。娑婆那也，娑婆那也是说修道人欲成清净法身，先要扫除眼根色尘。菩萨直指大道真传，并其修道者有门径可循，不至误入歧途的真言。娑婆诃。承接前句，意为修道人需再断耳根生尘。修道断除耳根，而后使得成就无上妙境的真言。
西殿都。安是诸咒母，西殿都是修道的总枢纽。修道要扫除鼻根相尘，曼多拉。曼多拉意为修道人要断灭舌根未尘。菩萨对修道人在断除眼耳鼻三根之后，还要断灭舌根的真言。跋陀也，跋陀也为随心圆满，意指身为一切痛苦的根本，修道人要断灭身根处尘。菩萨慈悲，指点众生速离迷途的真言。娑婆诃，娑婆诃为完结的意思，意为本咒全篇终了，众生如能诚心持诵，必能有大成就。菩萨教人念念于道的真言，在家居士持诵迷鬼。世尊处发誓说，设若诸人天诚心念我名者，亦应念本师阿弥陀如来名，然后诵此陀罗尼神咒，如一夜能持诵五遍，则能除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设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及于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接引，并且随其所愿往生诸佛国土。设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因此大悲咒不但能除一切灾难以及诸恶病苦，且能成就一切善法，远离一切怖畏。所以我们应以十分虔敬的信心与清净心去受持它，方能契合菩萨的大悲心，获得无上的利益，沉沦在三界五趣众生，果能经常持诵大悲咒，不但能治一切心病与身病，且能由此超脱生死轮回。愿众生齐诵本咒，同证佛果。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乘波累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消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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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如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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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南无哈那达那多那耶耶，南无沃利耶婆卢羯帝娑婆赖，菩提萨埵婆诃摩诃萨埵婆诃摩诃迦卢尼迦耶，安萨婆那法伊苏达那达夏，南无悉吉利多伊摩沃利耶婆卢羯帝娑婆赖尼陀婆，南无那拉谨墀悉利摩波多萨妹，萨婆沃他多苏朋沃斯因萨婆萨多，南无婆萨多，南无婆前摩发特多达子他，安沃婆卢悉卢迦帝迦罗帝夷悉利摩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利陀运俱卢。俱卢羯蒙杜卢杜卢发舍耶帝摩诃发舍耶帝陀那陀那帝帝尼室佛那耶遮那遮那摩摩发摩那穆帝帝夷悉夷悉室那室那乌那僧佛那舍利发萨发僧佛那舍耶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梭那梭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弥帝利耶那拉谨墀帝利舍利那婆耶摩那娑婆诃悉陀耶娑婆诃摩诃悉陀耶娑婆诃悉陀喻意室佛那耶娑婆诃那拉谨墀娑婆诃摩那那拉娑婆诃悉那僧沃穆伽耶娑婆诃娑婆摩诃沃悉陀耶娑婆诃遮吉那沃悉陀耶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耶娑婆诃那拉谨墀婆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那耶娑婆诃南无哈那达那多那耶耶南无沃利耶婆卢羯帝娑婆那耶娑婆诃安悉定都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